西方。那么如果拿回来佛堂家，将受到佛教的普照、真理的教育，那呢，那么安怎等于西方呢？哦，所以今仔日咱来抱着真感恩的心来入这个班，哦，啊用上辛苦的心来听着讲师甲咱做一个真理的教育。那么现在呢，咱来开班吼，已经八点五分啦，大家精神哩。班开始，向乌鸡拉姆行三鞠躬礼，前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坤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现在咱一列列这样向内来请大家。真理认识呗，请到几公，坤到几公，请坐下。啊，老师，慢，各位，各位出现，慢，可以，慢，各位左右，各位姐妹，大家晚安。非常的欢喜，争取给咱的天父圣殿，咱平安的时间，会赢中华新传的日子。那么。当然，天气渐渐寒冷，但是雨发吼，毋知是雨发的心呢，还阁非常的、非常的热心，所以看雨发伊嘛呾看着雨发穿短领，因为较多闲啊，吼、哦，会做对会做去做塑料，啊做甲凉，赶时间吼，咱会我们请三个老师来讲个，安尼雨发吼来讲寒班吼，啊阁临时阁要做再讲个来，雨发伊紧张个，所以。伊顺刚刚做多，阿个明仔再去找伊嘛，所以较济工过，但我伊顺做做完出来，哎，我才惊吼，较是短啊。那么当然，时间在过，真正是紧的啊，一冬已经在做要过啊，吼、哦，冬至若到吼，就是要过年。所以呢，伊来过去四年前都甲咱讲，咱古时天菩萨甲咱讲讲，时节已过，命也随减。就亲像咧，咱甲咱
是一冬一冬差，啊嘛毋是一月一月差，是一日一日差。咱的身体状况真正是一日一日差。那么伫咱生活的过程当中，咱的前辈才是想甲咱，自己开始甲咱讲叫咱把握哈。那么今日互咱对顶外甲看落去呢，确实有影哦，包括在将来得数。那么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吼，咱深深的体是，虽然咱是老菩萨啦，但是呢，咱唔通害胎，吼，咱唔通害胎。那么当然，为老菩萨讲，啊，我年岁遮济啊，你叫我做偌济工课？当然，咱袂当讲对起咱年龄，像咱咧少年安尼吼，讲冲冲冲。但是，我感觉讲，伊无法甲前辈正咧学习这个用心学习法的过程当中，其实。咱个前辈真个深深嘛，互咱个深深个感动嘛。吼，伫学习过程当中，那么伫无法甲伊做学习呢，无法嘛，得着足济。哦，咱个前辈只拢保持差不多三四十位，吼。啊，若伫学习呢，咱今年嘛考有七八个状元。哦，那么今年咱都有学三年级啊，互咱阿袂过半条个嘛。咱个前辈只已经有人十六篇全部拢过好啊。亲像咱在座杨太太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咱迄个杨爷前贤，伊平常在教我，平常咱小可看咱杨爷前贤，伊个十六篇伊是结婚的，拢毋捌字，伊叫拢会，吼、哦，那么婚的我嘛了解个，咱李明波先生伊嘛拢会个，那么为什么有这能力呢？不过也就是伊强，潜在的就有这种能力，吼、哦，啊，只是伊毋捌字，啊，但是呢，咱都勤勉播种。勤能补拙，虽然他妈，但是伊通做老干。就像咱个幼儿园三年级去问我个时阵，伊一句咱个教一句哦，伊会遐连续念到三十届。哦，那么念三十届了后，伊读下来了后呢，无可能袂记起。所以讲，虽然讲建议伊袂当了解到是透彻，但是呢，伊有迄个先去过这点点，我阿妈亲身会去甲伊恢复。哦，所以讲伫共同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嘛感谢讲，咱的前辈者更加爱精进，因为咱人生，像以前我甲咱讲，人生生死时代，生死这件代志，伊是伫咱肉体的生甲死，嘛是足重要。哦，咱如果当了解，把咱的体保养好好势，哦，那么伫咱的出生，而且生死的心态，嘛足重要。亲像我阿公，甲咱爸生在开讲的时阵，伊甲我讲：“这妈妈，为什么咱台湾世界上有这么侪囡仔？为什么今日这姻缘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？”伊甲我阿公问啦。那么我阿透过学校的研究，甲前夫妻的助理，我阿海讲：“咱有一个因生不死的灵魂，咱有一个因生不死的祖先。”只是咱一世一世，搁一只慢慢活呢，而且轮回过一个心，过一个心，吼、哦，也另外一个体尔。所以人家讲，咱人归讲是过心主义，所以咱有一个永生不死的灵魂，我安个解说，伊讲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哦，无伊嘛常常伫个心里面不能够平衡，就是讲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是我，哦，所以呢，伫这过程当中，伫这是非常的这一年里面。我来深深体会着讲，确实是有因果轮回的可怕，嘛确实有一个因生不死的这个灵魂。咱每一个人个拢有生在个来过去世，吼、哦，所以留着保佑财产。那么这遗产是善业还是恶业，其实是咱过去世咱所做。那么咱，我敢是讲，咱爱把握这世人，咱有限的这个生命。包含这有限的生命，赶紧行功立业，哦，赶紧呢，把咱的自信当提升，互咱下当呢，我真正成员再来的时阵哦，忙去拄着迄歹的因缘。那么当然，这是学校呢，甲咱最近的共同分享。那么因缘呢，不是学校学习的哦，是由咱幼龄化教师，也就是咱的幼龄化组长，今日是伊会甲咱做一个专题的这个报告。那么当然，伫咱杨所长，咱会当了解，伊是一个非常尽职尽责
凡的个精神，会使讲个真正是咱伊个祖师个好，人讲伊个祖师个好祖孙啊，非常尽责，非常的诚心。真像伊个照顾咱满岛，咱有个即个咱满岛做个即个老菩萨，真正照顾到无微不至，上车去落车，吼、哦，因为我介天王上时啊，介伫满岛做个开座谈会是两对嘴，真正一个老菩萨，一个一个在，咱去到门口在，还袂出来，搁出去，搁落去叫，真正无简单哦。哦，一个天道要有这种耐心，会使讲是无简单。那么伊做伊这个徐伯山的演员呢，嘛是拄好上一个组别，所以讲呢，伊真正是见解天经啊。何况你是伊在讲，伊在讲我好笑，哦，有时啊吼，爱何况。连到啥物工就是，拢是伊咧把我督促的。那么拄只好我拄啊吼，要来介绍先，我拄接着徐太太的，啊徐太太，我甲讲等我可以联络，因为呢，伊咱徐总在话过程当中，互我嘛见解天天，真正，昨下咱我的昨天我也困袂去，互我昨下嘛困袂去，因为呢，昨那个甲徐太太联络，吼、哦，就是这徐小姐。伊个身体阁无解松垮，那么伫即个过程当中，就是即个周小姐嘛，阁甲伊讲吼，即个女性个，不管是用阿个伫个身边个甲伊观察，阿个伫个甲伊观察呢，伊个小可有体质吼，啊就小可甲伊找一个麻烦个，所以讲我感觉讲，因个实在是真是可怕。那么咱好感谢咱来念因个，因为伊前面有像即个徐先生。连因果的科幻，伊早无神无鬼论的吼，咱若听伊讲就知，咱有听过伊论也就知，伊是无神无鬼论的。为甚物伊今日知影因果的科幻？不过也是有感应。有感应。那么各位先生，这一年是我心里先想无法做比如的好，不是无法的心想，但是无法嘛有感应。哦，那我妈心里一个，咱个工作会正经的时阵呢，我嘛正正经经。尤其呢，我搁听着咱父亲点万叔叔比讲吼，啊做因波叔，我还感觉伊个波叔啦，以前都当兵做兵好啦，吼、哦、真正变到老尴尬。所以讲我嘛刚害怕，一直个改休闲方面活动。那么伫这个新的这个一年当中，伊爱做人民的贵人当中，爱来思想去甲做一个鼓励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本来两礼拜，去邀请伊去台北来体会班，甲伊做见证，因为前个月请伊就是伊袂当去，啊是伊互我去分享。那么这个月吼，我阁来邀请伊去台北，啊伊拄仔才互我联络讲是安怎去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。伫即个徐小姐今年嘛，吼，咱亲身体会着讲因果的即个属性，即个科学。那么重点，咱天道的属性，吼，天道若无天道的属性，今日呢，咱爬山无定的，无伫即个所在。伊爸爸讲的就是，吼、哦，不逃一归尔。吼、哦，那么当然，咱上重点是来感谢天文书店，啊，好汉的无搁再甲咱做。老师啦，吼，咱重点是来请咱杨明华组长来甲咱慈悲开示，最后也祝咱诸位亲的代表，会当法喜充满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Thank you.
到合法性，我方的先法严重。我而且呢，我还是明经经，咱有把迄个经经来对，咱就一定要解迄个代志。所以讲，你拢家己所在啦，所以讲肯定来骗，肯定来骗。咱家己所在啦，咱是不能讲。千里眼是咱师尊以信闻了讲，千里眼游山的，报名人生并不变，虽然假设十万年，却见游远在眼前。咱这就是咱师尊过去修那点亲自的，伊就讲咱的眼远，十万年啊，咱的世间有万年，讲伊的远大的所在，虽然咱到老老。咱的人生也是人生，叫做人命关天，咱拢知影。哦，虽然足远足远，感觉足远啊，千里远，咱讲远远在千里，近近在眼前，即，哦，近近在眼前，无话讲啦。啊，阮西方十万八千里，近近在眼前，就是讲无远，是咱的生命问题尔，是咱的生命问题。好，其实。千里眼游山呢，就是一条游山，一条路径，哦，迄真长，哦，西方一条路径，啊，咱讲唯一路径，唯一方路，唯一方路，所以讲迄心，迄心拢牵连着，只是咱今天在这当中，包括吼，先个心要听起。只要你来去，会感应，咱无用感应，因为心已经离开，并不是咱老母娘离开啦，并不是道离开啦，道也是可思无离啊，可离开道也道，不管人言之为道是万的，道永远都无离开啦。咱本身就是，咱若无道理，即我都讲诶，自信，我是叫做信在人在心里面哦，信啊，我伊个心就是咱即心。我就是不会痛，所以讲呢，咱来了解讲，咱本来心本来就有自信的，哦，所以讲，今日心有变，永远都不改变，哦，是咱我比较侪啦吼，咱拢是为我哦来部分啦吼，哦来部分啦吼，当然，你若是囡仔出外的当中，咱老板都啊需要。啊，是嘛，这是当有当，哦，是啊，憨憨挂号啊，迄个心，即个就是咧显示讲，时阵咧恁，你甲恁，你甲恁囝想讲，咱老母娘心个，哦，咱对囡仔的心先想，迄个心我都改变，像我较早，我阿妈较伫个时，我爸妈也是，我阿去对啊，我囝出来，时时咧，去听咧，我想尔，心拢挂咧遐。拢咧思念囝，拢咧想囝，化心个囝，哦，真正诶，我有一个感受，因为咱拢伫即当中，咱拢感受经，甚至经历
班开始向欧吉拉姆行三十公里，前到一级宫，再一级宫，三级宫，昏到一级宫，再一级宫，三级宫。现在咱一级的将相的来请张亮林来主持开始。请这里认识的前到一级宫，昏到一级宫。请坐下。虽然咱是老菩萨啦，但是呢。
其实咱个节目只个星星嘛，互他们深深个感动啊！哦，伊学习过程当中，那么伊无甲在做学习呢，我看嘛，一直做济。哦，咱个节目只拢保持差不多三四十位，吼、哦，啊，拢伫学习呢，咱今年嘛考有七八个状元。哦，那么今年咱都有学生已经啊，互他们未过半条个吼，咱个节目只已经有人十六篇全部拢过好啊。亲像咱在座杨太太，哦，啊，佮有咱迄个杨叶浅雪，伊经常在教我，经常咱小看咱杨叶浅雪，伊个十六篇是一个分都拢唔捌字，已经拢过。哦，那么分的我嘛了解个，咱李明峰先生伊嘛拢过个。那么为甚物有这能力呢？不过啊，就是像现在就有这种能力，哦，啊，只是伊唔捌字，啊，嘛但是呢，咱都拼命补转。勤能补拙，虽然他妈，但是伊通做老干。就像咱个幼幼阿三，伊来去问文化的时阵，伊一句咱会听一句哦，伊会伫遐连续念到三十届。哦，那么是念三十届了后，伊读下来了后呢，无可能袂记起。所以讲，虽然讲建议伊袂当了解个是套贴，但是呢，因为迄个先天条件点点，我阿妈亲身会去甲伊配合。哦，所以讲，伫共同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嘛感谢讲，咱个前辈仔坚定爱精进，因为咱人生，虽然先要甲咱讲，人生生死时代，生死这件代志，伊是伫咱肉体的生甲死，嘛是足重要。哦，咱拢有通了解，甲咱个家庭保养好势。哦，那么伫咱个出现，而且生死的性格，嘛足重要。亲像我阿公甲咱爬山咧开讲的时阵，伊甲我讲：“姐妈妈，为什么咱台湾世界上有这么侪囡仔，为什么今日这姻缘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？”伊甲我阿公问啊，那么我阿透过学校的研究，甲咱前辈仔的慈悲，我阿公讲：“咱有一个应生不死的灵魂，咱有一个应生不死的祖先。”只是咱一世一世，搁一只麻烦外面，而且轮回过一个心，过一个心，吼、哦，也另外一个体验。所以人家讲，咱人有几讲是过心之意。所以咱有一个永生不死的灵魂，我爱甲伊解说。伊讲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哦，无伊嘛常常伫遐心里面不能够别人，就是讲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是我，哦。所以呢，伫这过程当中，伫这个生命上的这姻缘里面。今年来底，我咱深深体会着讲，确实是有因果轮回的可怕，嘛确实有一个因生不死的这个灵魂。咱每一个人个拢有生在个啊过去世，吼、哦，所遗留个宝贵财产。那么这遗产是善业还是恶业，也许是咱过去世咱所做。那么咱，我敢是讲，咱爱把握一世人，咱有限的这个生命。把握这有限的生命，赶紧天公灭灭，哦，赶紧呢，把咱自信当提升，把咱下当呢，讲真正幸运再来的时阵哦，忙去拄着迄歹的姻缘。那么当然，这是学校来教咱做一个共同分享。那么银行呢，不是学校开始的吼，是由咱杨林华教授，也就是咱的杨林华组长，今日是伊来教咱做一个专题的这个报告。那么当然，伫咱杨所长，咱会当了解，伊是一个非常尽责、尽责，叫做尽责的，佮而且呢非常诚心的这个所长。因为呢，伊是那是咱中营嘛吼。那么伫伊这个新当电话杨所长的过程当中，学校有时间处理风亲的，那么非常的勤奋，举办各个精神，会使讲呢。真正是咱伊个祖师会好，人讲伊个祖师会好多孙啊，非常尽责，非常的诚心。亲像伊个照顾咱满岛，咱伊个即个咱满岛做个即个老菩萨，真正照顾到无微不至。上车去落车，吼、哦，因为我介听讲，有时啊介伫满岛做个开座谈会是一个对嘴，真正一个老菩萨，一个在，你去到门口在，啊未出来，搁出去，搁落去。真正不简单哦，哦，一个天
心，会使讲是无简单。那么因处理这个设备上的演练呢，嘛是拄好上伊的组别，所以讲呢，伊真正是见解坚定啊。何况你是伊在教，伊在教何况补充，吼、有时啊吼，爱何况练到啥物项就是，拢是伊在教我督督促的。那么拄只何况拄啊吼，要来介绍清楚，拄接着徐太太的，啊徐太太我甲讲等我可以联络，因为呢，伊咱指导的话过程当中，何况把见解坚定，真正上面咱看。昨天我也困袂去，我昨暝嘛困袂去，因为呢，昨那个甲徐太太联络，吼、就是这徐小姐，伊的身体阁无解爽快。那么伫这过程当中，就是这个周小姐嘛，阁甲伊讲，讲吼，这女性呢，不管是用阿个伫伊身边咧甲伊观察，阿个伫咧甲伊观察呢，伊若小可有退行吼，啊就小可甲伊找一个麻烦呢。所以讲，我感觉讲。因个实在是那样是可怕，那么咱好刚演，咱来演因个，因为前面有先这个徐先生，伊会当演因个的可怕，伊煞无神无鬼论的吼，咱若听伊讲就知，咱有听过伊论也知，伊是无神无鬼论的，为啥伊今日知影因个的可怕？不过就是因刚演。有感应，那么各位先生，这一年是我心里心上无法做比如的，不是无法的心上，但是无法嘛感应哦。那么我心里一个，咱个工作会接近的时阵呢，无法嘛切切见见。尤其呢，我搁听着咱父亲点嘛叔叔比讲吼，啊做因波叔，我还感觉因个波叔啦，以前都到幼稚园好啦，我真正连到老他干。所以讲，我嘛唔敢害他，一直咧家己抽生活的办法呾。那么伫这个新的这个姻缘当中，伊爱来做人面过程当中，爱来思想去甲做一个鼓励吼。啊，所以我本来两礼拜要邀请伊去台北来体会班，甲伊做见证，因为前个月请伊就是伊袂当去，啊是伊互我去分享。那么这个月吼，我阁来邀请伊去台北，啊伊拄仔要将我联络讲。是安怎去？哦，啊，所以伫这个徐小姐里面嘛，吼，咱亲身体会着讲因果的这个属性，的这个科嘛。那么重点，咱天道的属性，哦，天道，然后天道的属性，今日呢，咱爬山无定的，就无伫这个所在。伊爸爸讲就是，哦，不逃一归尔。哦，那么当然，咱上重点是来感谢天文书店，啊，好好的，我搁再甲咱。做导师啦吼，咱重点是来请咱杨明华组长来甲咱慈悲开示，最后也祝咱诸位亲代表会当欢喜充满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Thank you.
生，唯一伊的生就是讲唯一的路径，唯一的法门，无第二条路。这是唯一心情来到，心情不到，唯一的一个开始因缘，唯一的法门，唯一的路径。吼、哦，那么为人讲不爱讲不理性嘛，三心嘛，那么那是因为咱根基，咱的境外根基不一样，所以伊是方便化。因为就二生甲三生，迄法门有就一生，吼、哦，因着两个境外，会当亲近不得，所以这是唯一的路径。吼、哦，所以讲我当然呢。大家对有缘啊，大家有缘啊，对出来同住一堂哦，因亲好道理咱听有缘故，以后当然见哦见好缘啊。那么我一个意思就是讲，大家拢对出来。千里眼是咱师尊以信闻了讲，千里眼游山眼，报镜人生永不变。虽然假设万年，毕竟游
管在跟前，我咱即哦，就是咱师尊过去修那个亲自的，伊就讲咱的缘分，那么我们来咱的世间里面，讲伊的缘分来所在。哦，虽然咱老多，咱的灵性还是一千，叫做灵灵关系，咱拢知影。哦，虽然。做不做不干嘛做不呢？千里眼，那讲古墓在千里，阴阴在干些，是嘞？哦，阴阴在干些，无忘啦。啊，我西方十方块钱，阴阴在干些，就是讲，讲时代的新的问题，时代的新的问题。好、哦，其实千里眼金线嘞，就是一条金线，一条路线。哦，这金的，哦，西方是。叫路径，啊，咱讲唯一的路径，唯一的方向，是方向。所以讲，迄心，迄心拢牵连着，只是咱今天在这个当中，包括话，心就心要天地之合，是咱今仔起的感应，咱无用感应，因为心已经离开，并不是咱老母要离开啦，并不是道离开啦，道也是不属于啦，可以。都不管是自然之物，都是我哋，都永远都无离开。咱本身就是，咱若无道理，即我都讲个自信，讲是，叫做心在人在心里面哦。心若无离的心，就是咱这心无出现，或者心无在做。所以讲呢，咱要了解讲，咱本来心本来就有自信伫个，哦，所以讲我既然心已变，永远都无改变。是咱我不解的啦吼，咱拢是为我哦来部分啦吼，哦来部分啦吼。当然，你若想囡仔，囡仔出外地当中，咱慢慢要打一时啊换，哦也是换这是当然啦，哦换是啊看人挂号啊，迄个心，即个就是先是讲，是师尊的印，你甲恁。你甲恁囝想讲，咱老母用心对，吼、哦，咱对囝仔的心是啥？迄心我都改变，像我较早，我阿妈较伫个时，我爸妈也是讲，阿去对啊，阮囝出来，时时咧，刻刻咧拢咧想尔，心拢挂咧尔，拢咧思念囝，拢咧想囝，挂心咧囝，吼、哦，真正，我一放心，因为咱拢是，咱拢伫这当中，咱拢感受。甚至经验足超过啦，吼、哦，咱只要当中，咱会通去体会咱老母娘对咱的教，对咱的宽容。哦，当然，咱在修行的这轮回当中，受业受苦当中，以及苦海的苦行当中，咱老母娘真正是，那讲，哦，真正来时拢是，哦，足艰苦足艰苦，哦，来是一定流屎，一定在受咱的煎熬。是咱一个石当中，大家欢喜来，当中只特定的时阵，哦，唔知影倒转，哦，所以讲咱有做代伊件事啊，上天放多次一遍，看下这自修，看下是条金线，然后咱倒来当中，我咱会伊就是条金线，因为会当倒转去破解了，分分分分，虽然变成。
那么当然，伊即句话呢，后壁南普贤菩萨伊阁甲咱讲，
间呢，是会甲咱一工一工，甲咱指导咱教咱一工一工吼，吼、哦，就亲像咧咱今仔日做做堂课，咱咧方向政策讲讲，去年甲今年差不多，吼、哦，毋是一单一单差，啊嘛毋是一月一月差，是一日一日差，咱的身体状况真正是一日一日差，那么你爱生活在过程当中。那个结果才是想甲咱，自己开始甲讲叫咱把握啦。那么今日互我对顶外甲看落去呢，确实有影哦。老菩萨正在得受。那么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嘛咱深深的体是，虽然咱是老菩萨啦，但是呢，咱毋通害他哦，咱毋通害他。那么当然，为老菩萨讲啊，我年岁遮济啊，你叫我做偌济工课？当然，咱袂当讲做起来比咧，像咱咧少年安尼吼，讲冲冲冲。但是，我感觉讲，伊无法甲前辈仔咧学习这个用心学习法的过程当中，其实，咱个前辈仔深深嘛，互他们深深的感动啊。哦，伊学习过程当中，那么，伊无法甲伊做学习呢，我看嘛，一点都不在。哦，咱个前辈仔，拢过去差不多三四十岁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学习呢，咱今年嘛考七八个状元，吼、哦，那么今年咱都有学三年兵啊，互我还袂过半条的吼，咱的前几届已经有人十六篇全部拢过好啊，亲像咱在座杨太太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咱迄个杨叶浅雪，伊平常在教啦，平常咱小可看咱杨叶浅雪，伊的十六篇是结婚的拢毋捌字，已经拢过。那么分的我嘛了解的，那李明波先生伊嘛拢过来。那么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？不过就是像潜在的就有这种能力，哦，啊，只是伊不知，啊，但是呢，那都勤能补拙，哦，勤能补拙，虽然他妈，但是伊通补到解。就像咱咧有阿三伊来李明波讲话的时候，伊一句咱来听一句哦，伊会比阿个说念到三十解。哦，那么第三十届了后，记忆卡卡来了后呢，无可能袂记啦。所以讲，虽然讲建议伊袂当了解到这套题，但是呢，伊有迄个先天条件点点，我阿妈亲身会去甲伊配合啦。哦，所以讲伫用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阿妈感觉讲，咱的前辈仔坚定爱坚持，因为咱人生虽然先要甲咱讲，人生生死时代。生死这件代志，其实伫咱肉体的生甲死，也是足重要。哦，咱若通了解，咱个家庭保养好好势。哦，那么伫咱个出生，而且生死的生甲，也足重要。亲像我刚刚甲咱爸生咧开讲的时阵，伊甲我讲：“姐妈妈，为什么咱台湾世界上有这么侪囡仔？为什么今日这姻缘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？”伊甲我安排问啊，那么我遐透过学校的研究，甲前辈仔的慈悲，我遐解讲，咱有一个因生不死的灵魂，咱有一个因生不死的自性，只是咱一世一世搁一只慢慢多年，而且轮回过一个心过一个心，吼、哦，也有一个体验，所以人家讲咱人有几块是过心主义，所以咱有一个永生不死的灵魂，我爱甲伊解说。讲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无伊嘛常常伫遐讲，心里面不能够别人，就是讲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是我哦？所以呢，伫这过程当中，伫这个生活上的这一年里面，诶，一年内底，我来深深体会着讲，确实是有因果轮回的可怕，嘛确实有一个因生不死的这个灵魂。咱每一个人个拢有生在个来过去世。哦，所以伊留了保险财产。那么这遗产是血业还是公业？其实是咱过去世咱所做。那么咱，我敢是讲，咱爱把握这世人，咱有限的这个生命，把握这有限的生命，赶紧天公灭灭，哦，赶紧呢，把咱的自信当提升，把咱下当的讲真正幸运再来的时阵哦，忙去拄着迄歹的姻缘。那么当然。这是学校来跟最近的共同分享。那么银行呢，就是学校学
七月吼，是由咱幽灵花家属，也就是咱的幽灵花组长，今日是伊会甲咱做一个专题的这个报告吼。那么当然，伫咱幽灵花组长来当了解，伊是一个非常尽责、尽责，叫做尽责的，佮而且呢非常诚心的这个组长，因为呢伊是那是咱幽灵嘛吼。那么伫伊这个。新南平湾老所长过程当中，好好有时间处理母亲的，那么非常的勤奋。许凡德的精神，会使讲呢，真正是咱伊的祖师的好，人讲伊的祖师的好祖孙啊，非常尽责，非常的诚心，真像伊咧照顾咱满岛，咱伊的这个咱满岛做的这个老菩萨，真正照顾到无微不至，上车起落车。因为我家己方有时啊，甲伊另外头做伙开座谈会是两个对嘴，真正一个老菩萨，一个一个知，你去到门口知，还袂出来，搁出去，搁落去叫，真正无简单哦。哦，一个天道要有这点耐心，会使讲是无简单。那么伊处理这个是备战的演员呢，嘛是拄好上伊的组别，所以讲呢，伊真正是见证英雄啊。何况你是伊咧教，伊咧教我补笑。哦，有时啊吼，爱互他练到啥物项，就是拢是伊咧帮我督促的。那么拄只吼，我拄啊吼咧来介绍时，我拄接到徐太太的，啊徐太太，我甲讲等下我甲你联络，因为呢，伊咱推动的话过程当中，互他嘛渐渐渐渐，真正三个咱看的，昨天我加困袂去，互我三个嘛困袂去，因为呢，昨那个甲徐太太联络。哦，就是这徐小姐，伊的身体阁无解松垮。那么伫这個过程当中，就是这個周小姐嘛，阁甲伊讲，讲吼，这吴贤呢，不管是用阿个伫个身边咧甲伊观察，阿个伫个甲伊观察呢，伊若小可有体型吼，啊就小可甲伊找一个麻烦。所以讲，我感觉讲，因个实在是真是可怕。那么咱嘛有感应，咱来应。因为前面有先这个徐先生，伊会当连一个的歌嘛，伊唱如神如鬼论的吼，咱若听讲就知，咱有啥鬼论也会知，伊是无神无鬼论的。为啥伊今日知影一个的歌嘛？不过也是有感应。有感应，那么各位先生，这一年是发生的，先生无法做比如。不是用我的心想，但是用我的感应哦。那么我心里一个，等你工作会接近的时阵呢，我嘛做一个音乐。伊边呢，我搁听着咱父亲点万师傅比讲吼，啊做音波师，我还感觉伊搁波师啦。以前搁到刘志斌好啦，好真正变到老尴尬。所以讲我嘛刚害怕，一直咧改休闲活的办法的。那么在这个新的这个一年当中，伊还要做人民的过程当中，爱来思想起来做一个鼓励，哦，啊，所以，我本来两礼拜，要邀请伊去台北来体会班，来做见证，因为前个月请伊的时候，伊袂当去，啊，是伊让我去分享。那么这个月，我又来邀请伊去台北，啊，伊拄仔才让我联络讲是安怎去，哦，啊，所以。伫这个徐小姐里面嘛，吼，咱亲身体会着讲因果的这个属性，的这个科嘛。那么重点，咱天道的属性，吼，天道若无天道的属性，今日呢，咱北山无定的，无伫这个所在。伊爸爸讲的就是，吼，不头一归尔。哦，那么当然，咱上重点是来感谢天文书店，啊，好汉们，我搁再甲咱做。老师啦，吼，咱重点是来请咱杨明华组长来甲咱慈悲开示，最后也祝咱最亲的代表，会当发喜充满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